庭传播都叫我讲哦，老板老李我们是新团队怕公公，今天是元宵节哈，你那一用那个提着小灯笼，但是我们哈啊，也不敢无赶快来，咱现派姜家来甲拜拜啊，因为即摆哈这个 COVID-19 哦，啊，安尼看了后，大家拢足关心着咱周围，咱每一咱的亲戚，咱家的好朋友，所以最主要哦，就是拢爱身体保持足健康的哦，有时阵行出去户外，吸收一下哦，这个自然的芬芳哈，哇，咱这个大自然哈，感受一下，安尼嘛是袂歹哈。来，叠加哈，有着咱的姜威老师，我们再接下来啊，下面的音乐拉来拉赞，和你富贵英英万万哦。来，快点来听热情的夏季。Let's go.